两公车，主要那个现场有两个患者、啊，然后有一台卡在车底下，大家请下台的救护车及救护车支援啊，快点快点！当时你们还有帮忙搬车哦？有啊有啊，差不多大约七八个人一起搬呢、啊。他搬得起来吗？搬不动。为什么？因为车子太重了。早上是行人过马路然后被撞嘛，然后情形大概是怎样？我不知道，我看到的时候他已经压在，他已经只剩车子告会结了啊。就被压在车底下的妈，我不知道是妈妈还是阿妈。那个肇事者说他没有看到他们要走过来。你是说开车的人没有看到走路的？对，他说他被挡到。他被挡到。对。那个急救单高贵啊。对。他总共碾过几个人？一个而已啦，就一个，对，带那个小孩子过来的那一个人。一个大人。对，一个大人。他小朋友咯？小朋友，我们在一起用弹出去啊，是用拢掉。就是全身是血，已经倒在那里了啦。